宅男女神傅颖除了唱歌拍戏之外，仲是一名才女。早前 Teresa 就好大方咁样承认恋上内地男，仲会再出书同埋出公仔。呢一日佢就喺微博度 upload 张自拍相，留言同大家讲佢已经开始写书。佢嘅旧作就讲遇到爱情骗子，唔知依家已经揾到真爱嘅佢，新书内容又会唔会讲下真命天子呢？